今天清晨在桃园竟然有人偷开公车，这是一个19岁的男子在客运站徘徊，然后趁着司机休息空档，看到车钥匙没拔，直接上车把公车开走了，还往龙岗地区方向行驶。结果这一路上就擦撞了好几辆路边的车辆，最后在龙岗路跟永乐路口停下来。警方获报立刻前往现场破窗逮人。我上，我敲破窗。警方获报赶到现场，立刻破窗。小心哦！只见男子依旧不为所动，警方开始大声呵斥。民警随后将男子拉出来制服，并将他强制送医。12号清晨12点多，这名19岁男子先是在客运站徘徊，接下来竟然趁着司机休息空档，看到车钥匙没有拔，就直接把公车开走。因为不熟悉公车的操作，一开始撞上了站内其他公车。接下来就往龙岗地区方向行驶，结果一路上擦撞到路边车辆，最后冲进了龙岗路与永乐路口转角早餐店骑楼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全案依窃盗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不过因为司机员的一时疏失，让嫌犯有机可乘，还好这起意外最后没有连累到其他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华视新闻吴全元、庄宇杰、彭冠霖桃园报道。